医师不愿透露胎儿性别，孕妇竟做出这一种事。有一个产妇进去，妈妈她就是凹医生说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想要知道这一胎是男的是女的。她说如果我没有再生儿子的话，你知道我老公会怎么样？他就会跟我离婚。她说我婆婆看不起我。然后后来她就变小灯熊体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在医院的那个柜台挂号的地方，把裤子脱下来在那边大小便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